怎么了？哥哥，贾小宝，你又逗妹妹了？我没有逗妹妹。为什么妹妹告你的状？妹妹把卫生纸塞到鼻孔里，我给她抢过来，她就生气了。你抢她纸干嘛呀？就是塞到鼻孔里很危险的，我先去试试。起来，我自己会弄。啊，好疼啊！爸爸，我说很危险的吗？你都不信。小丁，以后不能把卫生纸塞到鼻孔里。